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です。OK， 现在轮到了孙悟空戏谱的超级战斗之路。上一轮打了那一个北极大戏谱，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啊，毕竟没有高攻的角色啊。这一轮悟空戏谱的话，相信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了。如果有抽到这一只悟饭的话，就一定是要把它给摆进去的啦，绝对的首选。不管是在防御力还是攻击力方面，都是毋庸置疑的一号位。那么剩下的角色就气绝角色，这个也是气绝跟辅助，剩下的就随意的摆了。Let's go。然后使用的是超世悟空来做队长，毕竟可以多一发的免费主动技，其实是蛮吸引人的。OK， 首先就知鼠跟树鼠，随便打。那么就从这个贝吉塔小白状态开始打起，八万一的防御不是很高，先来个 wish 过渡一下，OK， 接着嘛就气绝这边好了，要四颗珠，下一轮的话是谁？悟饭，这一些队伍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哇，四万九，好痛啊！不过这不是问题。开了一杀必杀技，我靠，又来。呀，没喽，要死一万，痛！哇，难道这个悟空戏谱，因为墙角特别多的时候，要光是我又跟那个。最后杀手锏一样那么麻烦哦，我受不了啊，痛哎！那边把他给气绝掉，没有，啊，这才是正常的嘛，OK， 至少是连到的那个，先把这个北极大。幼年期给解决掉，再来嘛就这一只，看你一下，六万九，防御力是不是很高啊？不过相信应该是扛得住的。好，Let's go，全属性防御，轻松解下，哇，虽然还是会被扣个上万的伤害了，不过比起速悟饭来说 ，L 二速悟饭来说已经好很多了。伤害二十万，看呀看呀 ，nice！ 发了一发，还是这么痛，OK， 气绝直接，哇，再请他的一轮 ，nice！ 直接来了，变身了，帅到爆！好伤心，嗨！我这变身太帅了，有没有？哇，头妈妈卖，真的是帅。OK， 直接请你。开不到超 B， 闪破没关系。317万 ，OK， 漂亮。哇，这个鬼派气功。真的是做到很漂亮，没法忍啊！OK， 78万啊，有点低，没关系，就这样给打过去就好了。OK， 主动技来，直接请他，看能不能杀掉他。今度の俺はちょっと強いぜ。奪い。カメハメ。暴击吧。OK， nice， 直接去掉他了。有这只悟空最爽的点就是在这边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呢？悟空的主动技的感觉比那个超四达还高。超四达真是可怜。攻击又不行，防御又不行。
残念。OK， 来个蛇姬，再加上小老鼠，太危险了，必须要开。然后嘛，这一边看一下防御力，防御力本身都没有很高，哎，不管墙都是被打到都会痛，哎，都小，69000、83000，嗯，还是这样子，对，只能这样子了。悟空本身的话，我是这样子会比较理想吧。可以可以尝试看看，气绝掉北极大。哎，就跑一轮试试看，毕竟这边道具开了这么多，也不用太担心了。首先就先把这个隶属的北极大给干掉。哦，232万 ，nice。yes。OK， 气绝，好，哎，省掉，不用被打。哇，这一只气功弹的体属悟空，在做辅助方面真的是不得了。很强，尤其是他的气血在战斗之路上非常好用。可惜的是，他本身的防御能力没有到那么猛。嗯，先收掉。OK， 先收掉北极大好了。再来嘛，哦，悟空差一点开不到招，嗯，可以就这样子。可是下一回合的话，哎，还有一点可怜，就是真的那一只紫薯的天使悟空，猪只好像吃不到三颗，这边应该是能把这个冷气大给打掉吧。OK， 好好好，哎，北极大挂了。那么接着就剩下坦克石 ，Yes， 来了，超三，帅到爆炸，呀！OK， 好，全属性效果拔群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最后的超赛悟饭没办法开招，没有机会气绝，有点可惜嘛。算了，OK， 哇，11万，有点痛，不过没关系，这边一群气绝角色可以玩死他。OK， 这只超三悟空还有全属性效果拔群，吃了6颗足够，就不怕打不出伤害。Yeah， nice。OK， 来，主动技。手加減はいらねえな。今度の俺はちょっと強いぜ。奪い。ハメハメ。よし。哎呀，没有暴击，稍微可惜。不过还是够猛就行了。嗯，两颗。哎，如果是要让下一回合可以吃到比较多的话，嗯，哇，不好选择。稍微想一下，好，这边打底三颗啊，给那个天使悟空。56万，嘿，攻击力是有点低，呵呵，没办法，没有先行被人家敲到的这个神剑悟饭，就是攻击力上不来啊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一轮打不死也没关系，下一回合还是有这个超世悟空的主动技可以开。
OK。手加減はいらないな。今度の俺はちょっと強いぜ。うまい。ハメハメ。OK、这个是好有才心理。一定让他过。KO， 帅呆了。OK， 最后一关，道具还蛮神的，才用了三个道具。OK， 特兰克斯跟贝吉塔最后的了。哦，首先会被贝吉塔打 ，OK， 没关系。Wish 可以了，你有办法把我打出伤害，我算你厉害。OK， 接着就。打这个特兰克斯，再来贝吉塔，最后嘛就应该是要主攻贝吉塔先会比较好，毕竟他的攻击次数会比较多。OK， 好，决定了，下一回合会都看我了，应该是。哦，156万，意外的惊喜，哈哈。哦，6万9，门奶奶，307万。打到这样多下，感觉北极大的血量还是很硬。中确定，哎，没有，咱们的是，OK， 好，绝对是悟空先上，三颗，照旧就是要，哎，可能开不到多看木，有点危险，哎，这个，看一下85000，小霸好了，反正有 wish 的加持，再加上小霸的话，血量就 up up up。哎，最后嘛，这一个就肯定是要气绝北极大的，没有问题。现在要考虑的是，1、2、3，这是可以9颗，开不到超币，开不到超币的话，哎，就这样子好了。看一下防御力，哎，79000，可以可以。哦呦，我看到 ，nice！ 哎呀，打错人了，我应该打特兰克斯啊，浪费了这一轮的都看木。嗨嗨嗨嗨嗨嗨 ，fucking so！ 打特兰克斯才会有克数的伤害啊！啊，忘记了，刚才。没注意到，哎呀，真是有点浪费。哇，不过没关系，能打得赢就好。170万。哎，不过这样子的话，应该下一轮把上个子给打掉好了。OK， 连击，没关系。50%的气绝嘛，还是超高确率的。哇，两下都不气绝啊，哎，不太对哦。再来个一发，哎，没有，这样的话会有点痛吧？我靠，这极大，没有有，16万啊 ！OK OK OK， 还扛得住。OK， 这边敲特兰克斯，哎，这样子 ，OK， 最后嘛，小老鼠是一定要的，已经 ，wish 已经过去了。哎，接着，这样子好了，目前是84000 ，OK。OK， 220万攻击力，再上一层，哈哈，傻
키보스. 给这个神剑盾换开了两发必杀，基本上是安全，已经就是保障了的啦。不要打影响了，亏是好友的，就是猛。 小特可以说再见了，轻松接，哈哈。OK， 我靠，有没有？哇，20万，砰砰砰砰砰砰！不过接下来的两位不是克数就是。 有本身带有减伤，没问题。气怎么办？再不气体我就不信。啊，这个悟空系谱确实是比贝吉塔系谱好打得多，毕竟限定角够多。哦呀。 既然有主动机，当然是要开的啦。<笑>看一轮也好。Yes，够卡。再来悟空的主动机。哎<笑>、欸，死吧！挂了，没有机会让终极悟饭出招。 哎，没死哦！哎，滚滚滚！<笑>我还没还挂定，让终极悟饭可以打一下。然后这个北极大又是那个魔龙普遍的，所以绝对是全属性效果拔群。要杀、啊、kill， 解决了。 哇，打起来真的是悟空系谱好打多了，<笑>一开始打上来的时候还以为会很难，结果第二关跟第三关变得突然间变得好简单。哇，本身好友的这一支真的是很好用，财星就是不一样，前解的点数高，就是爽。OK， 那么这一轮的战斗之路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马达呢。